江山纵横，云涛飞流，多少豪杰壮志未酬，天地之间聚散一壶酒，大江东去浪淘尽出汗，已不是谁都能感受。天下是公子高非要见陛下，说要向您求情。柳哥，哎，刺死的人里面没有他吧？这里边没他呀，他来干什么呀？他，让他进来。诺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开恩呐！刘哥，朕未将罪于你呀、啊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几个兄弟姐妹都被抓起来了，我自知我罪孽深重，难以独存，请皇帝开恩，让我去给父皇殉葬吧。什么？你要殉葬？对，我别无所求，只求我死后，皇帝能善待我的家人，放过我那对儿女，请陛下开恩。陛下，难得他一片孝心，您就成全了他吧。公子高，十万贯，朕即赐菜，葬入皇陵。谢皇帝恩准。好，好，太好了！既然人们愁得不到好死，那就不至于以后再捣乱了吧？恭喜皇帝！干脆让那些侍奉过先皇又没有生育子女的夫人们，像那公子高一样，下去为父皇吧。陛下声明啊，那就将安装基弩和运送宝藏的工匠们在未出来的时候就将木门封闭，这样能确保先皇的皇寝万事平安。好，就这么定。
这人怎么没见过呀？不认识，怕是外乡人吧？可是非官非吏，怎么会有匹马呢？说的对。你谁呀？这马谁的？我在问你话呢。小子，再问句，还没有人敢不回答我的话。就是郡守来了也一样，我爱说就说，不爱说就不说，你算什么？好马，撤！站住！小马去那边。有叔父教诲，我本不愿与人动手，今天是你逼我的。今天就拿出你的本事！外乡人，你输定了！再来啊，外乡人！还动！没想到兄弟也是殷大人府上的客卿，都是自己人，刚才多有得罪啊。你若早讲，我们刚才也不至于此嘛。没事儿，从小到大我打过多少架，可就没今儿痛快。如若先前说出自己的身份，不就要痛失今天和你交手的乐趣吗？不打不相识，不相识啊。兄弟，我酒量大，见笑。好，我来陪你。好酒量，好酒量啊！还未请教二位尊姓啊。我是季布，她是钟丽妹。咱兄弟不说外话，只要在这里，你但凡有事或者有人欺负你，只管听我的名字，我保你无事。兄弟，你可不知道啊，在我们这儿有一句话说的就是他，受人千金不如得季布一诺，他这么说话是把你当兄弟呢。好，我们既然是兄弟，别的不说，往后在这天下，但凡有人敢欺负你，尽管提我的名字。兄弟啊，有你这句话，我们两个就心满意足了。敢问高姓大名啊？
江东相棋。红军，咱们复仇就从这剑从脚下踏着的吴中开始，一定要杀他个片甲不留。最可恶的就是郡守殷通，他是鲍谦的口舌与走卒，他牵制叔父，牵制的连复仇之心都没了。假如我要杀人，我第一个杀的就是他。我倒是听说这个殷通啊是个儒生，倒还有点仁爱之心，不像秦国的那些军首一样，而且他还减少了一些徭役。就是这种伪君子最可恨，我向你发誓，若不杀了殷通，天诛地灭。饭都吃不饱，看来是没希望了。哎，话可不能那么说啊。你知道咱们季哥是什么人吗？什么人？只要你坚定信心，跟着季哥走，你就有路走，就有饱饭吃。对。哎，我跟你们说件事儿啊，这事儿很奇怪。什么事儿？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过来过来过来。嗯，什么事儿？快说。我跟季哥不是下山找吃的吗？刚下了山，这会儿天已经擦黑了。往前走着走着，就听见嗖嗖嗖嗖嗖嗖嗖什么玩意儿，草的声音。哦，我跟季哥一看，哎呦喂，是一条大蟒蛇呀！蛇，白色的大蟒蛇，白色的那个蟒蛇，就跟我这腿一边粗，那么粗啊，这么大。哦，我看这白色的大蟒蛇，我不知怎么办呢。我也害怕呀。是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咱季哥拿着剑，一剑把这蟒蛇切成两段。哇，切成两段！我不行了，我吓得腿都软了。大腿那么粗的蛇，一剑能砍蛇吗？老色心啊，你说什么呢？少废话啊，你听着，听着，听着。罗，接着说。后来呢？后来，后来就把果子采来了，不是给你们吃了吗？就这个，哎，那蛇肉呢？蛇肉那我哪敢拿呀？那不就放那儿了吗？对对对对，关键是什么呢？啊，什么？还有一件更奇怪的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我跟杰哥下山的时候，那时候天已经擦黑了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从山里飘过来一阵冷风。冷得刺骨啊，就在这个时候还能听到隐隐约约有这是什么声？什么声音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仔细一听是有人在哭。哭？什么人？我仔细再听是个女人在哭。荒郊野岭的哪儿来的女人？哼，编，继续编。哎，你听不听？你不听你滚蛋啊。老色心，你干嘛？你拆台你是啊？甭理他，快快说，快接着说。什么样的女人？什么女人？什么样的？这个哭声好像是从天上飘下来的，从地上冒上来的。我害怕呀，我就扭头想回去。我一看，哟，我的妈呀，离我这么近，这么近，一个老太婆。老太婆哭声更大了，一边哭一边说，赤帝之子，你杀了白帝之子，你杀了我的儿子啊。啊，白帝之子是谁呀？谁呀？就是那条大白蟒蛇呀。哦，赤帝之子是谁呀？谁呀？谁呀？赤帝之子就是咱们季哥。哦，所以你要坚定信心，跟着季哥走。没错，对，跟着季哥，跟着季哥走，跟着季哥。哎，后来那老太太呢？你还没说完呢。还是我替你说吧。那老太太呀，后来肯定是突然变成一缕白烟，呲溜一下就没了。
对不对？承认吧，咱们跟着刘季，咱没指望，咱没盼头。怎么说话呢？放什么屁呢你？老道信，快滚蛋，赶紧走。那你还死皮赖脸的跟着大哥干嘛呀？哎，我没地儿去呀、啊，你们都来了，我就看你们到底能不能熬到头。告诉你们，咱们到最后啊，还是个死。你少废话。好，我告诉你，劳作信，你今天当着弟兄的面把话说清楚，你愿意跟着大哥走你就跟着走，不愿意走你滚蛋。对对，你愿意待这就待，不待这你自己滚。好了好了，我错了行吗？不就说两句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行，我闭嘴，我闭嘴。净在这说屁话。王立的，王立的，王立的，来，后来呢？后来呢？后来接着说。嗯，后来呢？后来，后来，哎，季哥哪儿去了？嗯，季哥，哎，走，咱找季哥去。走，跟我走。哎呀，找季哥去。站住！干什么去？啊，兄弟，我到村里给老太公送点吃的。有路牌吗？哎呦，小兄弟，你通融一下，老爷子几天都没吃东西了，让我进去吧。没有路牌，非但不能让您过去，而且还得抓您去见官的。通融通融吧，啊。不是我们不让你过去，而是上面查得太紧。这样，您还是回去吧，我们俩不耽误。你是怎么来的？一路求告，好在认识刘季的人多，放我过来了。找我何事？一来是想请大人赐给我一块路牌，妾身想去看一下老太公。哦。二来是想问问大人，关于外子的事，官府有没有什么消息？路牌好办，我马上派人拿给你。前几日接到郡守大人的敕令，据说是有一群庶族在大泽乡起事造反。现在各县正在严加戒备，等候朝廷的命令。刘季一事，县令大人恐怕一时顾不上，你还是赶紧回去吧，少在外面抛头露面为好。知道了，谢大人。哦，我去给你拿路牌。是啊，嗯。哎呀，这都有点凉了，我给您热热吧。不用热了，放那儿吧。爹，多少吃一口吧，您都两天没吃了，身子骨要紧。看我们不也好端端的都出来了吗？刘季不会有事的，我觉得他的事一定会有转机。你看他在外面那么多朋友，肯定会帮他的。爹，多少吃一点吧。吃不下呀。不吃就不吃吧，反正也是吃一口少一口，等连坐的罪来了，大家是一个也逃不掉的。这老四害了我们全家，
杀头是早晚的事儿，还出来干什么呀？在牢里面待着挺好。住口！还嫌家里不够烦？没教养。爹，您先慢慢吃啊。大嫂，爹都两天没吃饭了，你不说好好劝劝他，你还跟他顶嘴气他，轮到你来教训我吗？等到刘静死了，你不要来吃我就好了。你人还没死呢，你张嘴闭嘴就是死。这个家靠你行吗？靠着二哥他们一家行吗？还得靠着爹。我跟你说话你记住了，这个家没有刘季就没有出路。各位兄弟，咱们都是乡亲，我向良也就开门见山，今日前来是想替我侄子项羽遣散各位的。相公，诸位的爱宠之心项梁非常钦佩，但是凡事要有个时机。我侄子项羽虽有一腔热情，但难免不顾时机，反而会误了各位想共筑大业之心愿。相公，我龙驹和我这些臣子的兄弟没有一个孬种，哪怕赴汤蹈火、刀剑舔血，也要反清复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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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声点儿！不瞒各位说，相哥来了。简铺里的事情，相哥早就被阴通发觉了，想取脑袋是随时的事情。既然被他们察觉了，那就和他们硬拼，看看谁取谁的脑袋，和他们拼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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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龙驹，
咱们楚人这么多年流离失所，能够保全到现在是很不容易的。你们要学会保全自己的性命。我今天来是正告大家，咱们复楚是为了乡亲，也是为了家人。如果说我们明天就把脑袋给丢了，不仅见不到家儿老小，还会一事无成，人人都会说我们这些楚人是些莽夫，成不了什么大器。回头真到复楚的时候，也就不会有人响应了。我今天把盘缠都带来了，城外都给你们准备好了快马，大家带上盘缠结成一路，现在就启程回下乡吧。叔父，叔父，你都知道了。不仅是我知道了，郡守也知道了，随时都可以把你们给剿了。就那郡守殷通，叔父你是老好人，这些日子帮了他不少忙，托他的福让叔父连这国破家亡的仇都能磨灭。好，既然他知道我项羽的计划，那择日不如撞日，我这就和他会会。臭家伙，各位兄弟，各位兄弟，正如叔父所说，我项羽做事不敢连累大家，请各位拿上盘缠回乡吧。项羽这一去，这颗头颅已经不重要，要么功败身亡，要么功成身死。叔父，请你务必把我的头颅带回下乡，和项燕大将军葬在一起，也请叔父为自己准备一份盘缠，连夜赶路，免得受牵连。且慢，好，要去我跟你一起去。郡守也不迟，跟我来。项梁公请。
们要复仇，我们要复仇啊，复仇。郡守大人，项梁先生，此意何为啊？可否三人讲话？啊，退下。诺。请。郡守大人，我知项羽一时恼热，竟私下集结人等，以复楚之名义扰乱民生，实在是犯了谋逆之罪。郡守大人信任项梁，给予时间，让我这叔叔把侄儿拿下，实在是网开一面。今天项梁把项羽带来，向郡守大人自首请罪。大人，话一说完，你现在就可以叫来小吏，把他收监，或者拿他人头。你们来此可有人看见吗？没有。那还有人知道此事吗？暂时也没有。那好，还不赶快拜谢郡守大人。免了，免了。相公子请起。滚是英俊空，实乃英雄之后。项梁先生，你如此一片赤诚，殷通还有何虑呀？项公子一时鲁莽，但终能识得时务，绝非等闲。今日能与项公子相识，啊，尤其是这样的英雄，居然能屈膝一跪，哎。让殷通也是诚惶诚恐。不提了，不提了，此事在此地了结了。谢郡守大人。哎，入席呀。好。这是意外之极，兴奋之极呀。叔父，你集结那帮精锐义士，瞒着别人是必然的，可是为什么瞒着我呢？前一阵子有很多误会，都是因为你瞒着我引起的。时机不到，怕你不能忍。是，是啊，我实在不该。叔父，倘若你没对我坦白，要是我真是冲到了殷通他家，把他人头拿下，那岂不是要后悔莫及了吗？你就不该是那种原地做决定的人，凡事要沉上一阵子，自己也就把圈子兜过来了，变了想法。要是扭在原地不动，你便要一股血气冲上脑袋，任什么都不顾。
对了，鱼儿，吴中复仇这件事，时机若不到，你能忍不能？项羽既然一心要成大事，安能不尽心思过，隐藏锋芒？侄儿发誓，一定记住今朝，当仁则仁。好，我拭目以待。对了，你觉得殷通这个人如何？殷通，他今天如此豪迈大度，难道不令人刮目相看吗？哼，侄儿今日那一跪，和叔父演那出戏，只是为了让他打消疑虑，站稳自己的阵脚罢了。哼，至于他那个人嘛，在我看来，哼，虚伪，糊涂之极罢了。我的侄儿终于长大了啊！想起你小的时候。公元前209年七月，陈胜吴广在大泽乡率众起义，并在陈县建立张楚政权。各地流民在秦的暴政下，纷纷响应，揭竿而起，天下大乱。秦的统治已在这血雨腥风之中飘摇，各地百姓更是在战乱中遭殃，妻离子散，流离失所。下一个。是。哎，停停停，下去吧，下去吧。陛下选妃，下一个。叩见陛下。进进进。启禀陛下，刚才是上午的第24个，后面还有15个，都在外头候着呢。哎呀，看了这么半天，还有这么多没看，真是太辛苦了。哎呀，害得朕的眼睛都疼了。要不先选到这里？朕。就是再辛苦再累也要忍下去。哎，你刚才说还剩多少？还有15个。这样吧，干脆把他们全都叫进来一起踢。是。所有待选美人进殿献衣。平身。谢陛下。进进。陛下您慢着点儿。
要什么锄禾寒季？